时逢乱世，群雄纷争，诸般兵器以剑为首，平民丁宁偶遇仙师，遂入白羊洞修剑道为剑士，岷山夺魁，一战成名。尘封多年的前世之谜再次揭开，丁宁，这个名字倒不曾听说过。曾经兄弟爱侣，如今虎狼境敌。你不想替他报仇吗？十年一见，回报如沐之情。孤山同盟，领悟剑道真知。以剑正道，谓之剑王朝。